我是那个通过张艳梅教练，然后来到咱们这个辽阳市中家中医门诊部。因为好，原来是八一速滑队，有好多运动员，经过专业的训练呢，可能他难免的时间长的负荷会大，会有一定的伤病，已经影响了严重的这个运动成绩。然后我们是通过张艳梅教练的运动员治疗以后，尤其是速滑的包尔江全国冠军。他治疗以后现在可以完全的进行训练，并且已经被选到国家队，速滑国家队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是我们现在呢是带队员，国家集训队的短道速滑队，带了五个队员加了两个教练，然后我们自己过来也是慕名而来，找到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刘医生，非常棒，效果非常好，通过两天，运动员的反馈都非常好。那么我个人呢，就是颈椎痛苦已经有10年以上，包括腰椎是不能弯曲，长时间呢因为这个教练员的职业站着这个工作的时间比较长，那么就是痛苦时间也很长。通过这两天训练，通过这两天的这个治疗，效果确实非常好。实实在在的说，这个颈椎原来是每一天起床是不敢往后仰，然后每天很痛苦，也是经常去按摩，但效果更好。这只有两天的时间能给我这样的变化和改变，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痛苦问题。所以我想就是，如果说你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，你就要来到这里进行真正的治疗，治疗以后你会有更大的成绩的进步，生活的改变，生活的愉快吧。谢谢刘医生，谢谢。再改变，我说实际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他要没做过，他也不会去说。如果我没有做过，我也没有权利说。对，因为我不知道是真实的东西是什么样。对，只要你自己亲身体验了去做了，对，可能别人没做过，他也会觉得真凶啊，我们都做过，可能啊，不会是这样。但是真正做过了，确实是不同。对，真确实是不一样的。然后逐渐逐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，我们身体好，心情好，生活愉快，身体才健康。所以专业运动员，我觉得个个都是天才，能走到你们今天这一步，不知道多少人有这一个。但是也有很多的优秀运动员，因为伤病而提早转业，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办法。很遗憾，非常遗憾。你像那个高教练也是，他做手术，如果很早的时候能得到把伤病治疗结束了，他是个很优秀的。那很多手术不用做了，非常优秀。但是其实我们也挺幸运的，要是您在加拿大的话，这个不太好办了。所以也挺幸运的，能这样这个通过，真是通过张教练，能这样大家再相识，真挺好，给我们送健康嘛。恩人呢，我又每天把你们这个情况跟张教练汇报，我说就是放心啊，他们来的都很好。这个是像我说这个外边能找到的，这个真的是说圈内的人，然后去介绍这个东西。人传人，没错，对，要不一般人也不行。对对对。然后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微信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走，谢谢，谢谢，你们一起的。哎，同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对对对，好，你运动员啊，都很可爱啊，你看的挺大。